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南面网络电视主持人孙丽塔。今天我们随行华侨华人协会走行慰问在你联谊企业，目前我们来到了红石希望邮箱公司。尼泊尔华人华侨协会一路为我们带来了100多本书，上百本书，然后今天呢又恰逢我们红石希望员工11月份员工的集体生日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尼泊尔华人华侨协会和我们红石希望一起共同为我们的11月份过员工的过生日的员工们共庆这个生日，非常感谢各位的领导的到来。中国与尼泊尔在尼中南部合资建设的红石希望水泥厂是迄今为止尼泊尔制造业最大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工业项目，总投资3.5亿美元。尼泊尔红石希望水泥项目由中国红石集团与尼泊尔希望水泥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位于尼泊尔蓝皮尼专区纳瓦尔帕拉西县，厂区面积1000亩。红石希望水泥是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这里有红白相间的高大厂房，也有100多米高的预热器。工厂依山傍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各处都体现着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2017年1月主体工程开工建设，2018年5月投产，用时仅16个月，即建成一条日产6000吨熟料水泥生产线。第二天，慰问团一行在该公司厂区植物园里进行植树仪式，给菩提树培土、浇水。红石希望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光表示，菩提树是中尼友谊的象征。